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《侠客风云传》，休息睡觉。哇，已经要二月上旬，轩儿，为师有一件事情交代，你们仔细听好。有什么事情？有什么事情？师父，师父，请说。江湖传言，阴山上有一个黑风寨，近来到处作乱，以危害到附近百姓的安宁。我要你们往阴山将这些匪徒绳之以法，没问题。是的，师父，弟子也要跟大师兄一起去。轩儿，你说呢？多个帮手也好，就让师弟一起去吧。这样好，你们立刻动身，为师等你们的好消息。是，师父。哇，到了。师弟，这里就是阴山，黑风寨就在这。此山贼甚多，首恶更是艰险凶恶之辈，需谨慎应对，勿莽撞。是的，大师兄，该怎么做呢？他叫我们勿莽撞，我们直接杀进去好不好？不要了，躲起来看情况好不好？我们先躲起来，黑风寨，我们躲在旁边，偷偷摸摸的看，先观察一下动静。有什么好观察的？不知道。黑风寨血这么大、哦，哇，长得这么张牙舞爪，一看就觉得是个坏人，有没有？咦，该你去巡逻了。什么？上次是我巡，这次也该你了吧？哎呦，两个双胞胎在那边讲话，你这个菜鸟，叫你去你就去。咦，欺负人呐、啊！两个要打起来了。你只不过比我早来几天而已，少啰嗦。上次什么要去小姐？哎，趁现在，趁现在溜进去。我们现在打他可不可以？趁现在，哎，如果被敌人就看到就要开战了，请务必小心。明白了，所以我们趁现在杀过去哦。敌人没看到。哦，你是谁？敢闯黑风寨，让命来吧！哎，还是被看到了。开始哦，其实我跟硬闯没什么差别，跟硬闯差不多。好了，休息啊，休息啊。踢得到吗？哎呦，有这个哎、欸，有掌法，哇，好远哦！哇，掌法好远哦！一掌就死了、欸，大师兄好棒！大师兄好棒棒！一掌就死了，我也来。呀、yeah! ，我也一掌嘛，哎，你一掌我一掌，我看我们直接硬闯就好了，我们在那边浪费什么？这个守门的也太不堪一击，竟然这样就挥过去，喂，起来开门啊！看来他们一时半刻不会醒的，我们找其他方法进去吧。嗯，我们先去大门检视看看，大门检视有什么方法？这个门似乎用出神升上去的。附近应该有拉门的机关，哎呦，直接破门了啦！干嘛这么辛苦？呀、yeah! ，门就这样掉了、欸，超帅气的、欸！谁敢来黑风寨撒野？桥放下来了、欸，你哪位？你是谁？你哪位？娇小，不要命的小子，难不道不知道我娇小在此？这看起来蛮大的、啊。兄弟们，把这几个兔崽子给我抓起来！哎呦，来咯，大家都来咯，哇、哦，全部都来啊！哇，好大的阵仗啊！师弟留神啊，直接破门，会不会太猖狂啊？啊，一个一个来啊！青龙啸天，一只啊！哇，这样就一只了，太顺手了。第二只啊，呜呜，两只了，我们根本就没在怕的、啊。哇哦，打赢了，这些人哪拦得住我们？再给我上，来啊，上啊，上啊，赶快来啊，等你们来啊！哇，这次好像比较多人了，糟，真的打草惊蛇了，大师兄。我们一路打过去，尽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逍遥派的功夫。
你真的是跟阿吉越来越像了，让他见识一下逍遥派的功夫哦。要打就来打哦，等他们过来哎。又三个，站住！哎，我没跑，等着你们呢。今天就来将你们一网打尽。哇，这次好远哦，等他们走过来好了。给你一掌！哇，一个死了。大师兄，呀，一个又死了，太爽了吧！这太简单了。喂，又死亡了。哦，第二批又来了。这才有打架的感觉嘛！你们要强一点啊，不然打起来没意思啊。耶，第三批又来嘞，他们居然又派人来了。第三波了，打死你！打得不够快就会一直有人来，是不是？哦，看来要打快一点了，不然这样子打下去，哇，好拖戏哦，歹戏拖棚！我要走到这，再用这一招，呀，死！哇，又死一个了，又死一个了，再死一个，等我死！我剩最后一个了，他不会等一下又冒出人来吧？没有这么会冒吧？结束啦，打完了，不是问题。我们逍遥派的功夫怎么会在这边失败呢？对不对？我们就一直打，一直打。啊，娇小，娇大，娇小。哎，人呢？在这里，来会会你。你是什么人？敢闯我黑风寨？你们这些欺压百姓的恶徒，我们今日逍遥谷就替天行道了。好大的口气，管你什么逍遥谷、快乐谷，老子都没听过，哈哈哈！今天就让你想忘都忘不了。想不到那个娇小这么猖狂哎，什么快乐谷，打死你！走到这，这个喂，中，哇，爽！再打，打死你们！呀、yeah, ，连击死两个哎，超爽的！旁边没有人了，不能连击哇！他是怎么样？霹雳拳哦，这么快速哦！反击又死一个，大师兄你太强了啦！留着一个娇小，暴击啊！打你，打死你！没把你放在眼里，哇，要赢了！听到这一句，招式都有喊出来，就知道我赢了。打完了，哼，你们有种别跑！那叫人家别跑，自个就跑了。快追！要是他叫人，就糟糕了。好，可是我好像没有好好的逛，对不对？我们是来黑风在搅人的，我们不是来逛街的。我是说我这里没有来，我就直接去打那个什么娇小。这里哎、欸，果然有人躲在这。求求你别杀我，别杀我哦，就这样而已。所以我们就不杀他哎，我们人实在太好了吧？我们人实在太好了，我们继续往前里面杀进去了。走喽，杀进去喽，直接破门而入，实在太好笑了。好多人哦，哇！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。看你们要生还是要亡？找帮手还挺快的嘛。就是他们欺负我，呜、哦！娇大哦，娇小比较大，娇大比较小。好大胆子，敢欺负我可爱的弟弟，找死！我呸！害我吐，你才找死，得他们死！哎，又来了！打死你们这些人啊！莫名其妙，莫名其妙，来了休息啊！哦，大师兄帮我挡下来了！大师兄人太好了，我看一下他讲什么。交大，你的皮硬，还是我的爪子硬？是我的拳头硬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我的拳头比较硬啊，打死你！
乾隆孝天死了，去领便当了啦，好不好？退下啦，好不好？嗯。黑风再不过河河，打完你们！哦，这个焦大，哎，不是他叫焦小，焦小还蛮厉害的。这个小喽啰怎么先往后退啊？啊，踢死你们！大师兄一揍，一个了，帅！换我，大师兄都这么厉害，我怎么能落于人后？喂，又一个！焦小也快死了，哦，大师兄又来帮我挡了。其实我血比大师兄多，我不应该让大师兄一直帮我挡，对不对？大师兄，你不要再来挡了，你就快死了。哎，不要跑，打死你们！他们在怕什么？一个一个往后退，怕什么？不是很强？不要跑啊！焦小也死了。打完了，剩三个小喽啰，感觉我们好像虐待你们了，这种良心过意不去。好啦，等我死啦，啊，结束了，呀、yeah, ，青龙啸天结束了，打完了，小喽啰而已嘛，嗯、啊，黑风再来老大是谁？不要跟我说就是那个娇小，我们继续往前里面走，那个娇小不过尔尔。走，继续往里面走。欸，这里是哪里？黑风寨。这里有东西吗？这里有人守卫。欸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想要劫狱，先过我们这一关。陕北十三宴。欸，不是被擒了吗？这里竟然还有陕北十三宴。就两个人。这是残孽吗？余孽。欸，打不到。居然还有。欸，想不到，真的想不到、啊。看看这些余孽要讲什么？什么白马在杂鱼，名字取得蛮好叫的。游侠陕北十三宴，那一招得你们死可不可以？哇，看来结束了，一招就死亡了。我还蛮厉害的嘛，自己说有没有？哦，打完了、欸。也没有什么要讲的，这里可以拿他们的东西吗？哎、欸，劫囚谁在这？说几次你们这群山贼才会死心死意？你竟然在这！大师兄，有人被关在地牢里，小心点。是死意哎、欸，九头龙死意，要本大爷认栽休想，最好快来放了我，否则哎、欸，你们是谁？哎、欸，是死意兄，武秋风，太好了，放我出去，没问题啊。你谢了，你们怎么来到黑风寨的？我和大师兄奉师父之命前来捉拿黑白双煞。很好，我们一定去把他打个落花流水。走。哎呦，死意加入我们嘞，好感度增加100，马上就100了。这里还有一个宝箱哎，开宝箱。哎，又要玩这个了，移动50次解锁，没有问题。再跟大家讲一次，这个东西我超拿手。完成，拿到什么东西？升龙棍。我又不是用棍法的，升龙棍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南国十八招，什么东西？南国十八招，民间流传的十八招招式详细图解。这个是在画什么东西啊？南国十八招，笑死我。送给男生会不会增加好感度啊？回去来送好不好？太好笑了，南国十八招不是走这边哦，我们就出十亿了、欸。哦，那这里走这里好了，厅堂。哎、欸，黑白双煞，黑无常，好大胆子，敢到黑风再杀也！二贼，你们大限到了，乖乖束手就擒吧。大哥，他说要我们乖乖束手就擒呢，嘿嘿，我看八成是没见过真正坏人呢，嘿嘿，我们就让他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坏人，嘿嘿，师弟小心了，看来你们是没遇过真正的强者吧？哎，可以派人上场哎，死意需要配置角色一个，那就配置在这里啊，配置完成，
哇，现在还可以配置嘞！我有人可以配置，有点爽。来打你，棒打你！哎，闪掉了，可恶！换我来打你！哇，一口气打两个，他要反击了！哇，还会推开我哎！那再打，林冲策马鞭！哇，又要反击了！他们很擅长打反击术哎！哦，没关系，大师兄会来救我。大师兄，你撑着点呢，剩一半的血了，再打，哪有天天在反击的了？这一次打中了哦。青龙啸天，白无常死了，太快了。还不把你银子交出来？他在讲什么？我都听不懂。好险，好险，差点就用出全力了呢。好险，好险。是在讲什么了？去死吧！你不用全力，早晚就死了。哇哇，这个打两个人呢，还好我们都会慢慢补血。有聚气。耶，打完了，三回合轻轻松松打赢了。谢谢，谢谢各位。嘿嘿嘿，笑啊，再笑啊！呜呼呼呼，呜呼呼，呜呼呼，呜呼呼呼呼！二贼以前，咱们到洛阳官府去吧，师傅都一定很开心。我们又帮他解决一个心腹大患，轻松解决啊！师傅，我和师弟已经将阴山的双煞抓到官府了，交给神捕史刚了，轻轻松松啊！啊，师傅，我也有出力哦。很好很好，你们都是我的好徒弟，这有些丹药你们留着以备不时之需。这么轻松，不需要吃什么丹药哦。谢谢师父，超爽的，嘿嘿嘿，爽就出去闲逛，去逍遥谷看小师妹。小师妹不要再乱跑咯，呵呵，老骑痴，你来的正好，看看我找什么宝物，难不成是传说中的玲珑棋谱？真的还假的？后来少林寺的小师父虚竹子因缘机会破了这个棋局啊，可惜当年祖师爷解的棋谱不知何故没有流传下来，凭你我的棋力也未必解得开这玲珑，我可是跃跃欲试啊。哦，你可真是有自信，咱们来解看看。哎呀，师父举手也在，徒儿向师父举手请安。轩儿、秋风儿，一起来解这玲珑棋局吧！师父真是好雅致，徒儿棋力一般，只怕让师父跟前辈们见笑了。上届洛阳围棋大赛的冠军，既然说自己棋力一般，这话说出去有几人信？他是洛阳围棋大会冠军哦！不讲不知道哎，讲起来笑死人，不是笑死人，吓死人。那是因为前辈这样的高手正好没出赛啊！原来大师兄还有这等才艺，这玲珑可说是所有学棋之人梦寐以求的棋局。你们两个运气真的太好了，要是晚来一步，棋局恐被我还有你师父得解了。哈哈哈，有这么厉害，我也来挑战看看，真的解得开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输了，输了。一败涂地，我这一辈子对棋的钻研难道都是一场空吗？我真是个没用的糟老头，无法阻止师弟配饭，也没有办法留住心爱的师妹。生无可恋，甘做鬼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他们怎么了？阿吉，你要相信我，七岁那年你的红豆饼真的不是我偷吃的，为什么你始终认为是我偷吃的？我喜欢的是绿豆饼。哎，这棋盘上怎么都是红豆饼跟绿豆饼？你们怎么了？你们中邪了？啊，难道我再怎么用功，再怎么努力，都没办法达到小虾米成倍的成就吗？不，我不甘心，我简直比浮游还不如，干脆死了去了，我也中毒了，我也中了。臭老头，家里怎么了？死人了吗？全部都在那边唉声叹气，一大早就在那边蹙眉头不成？唉，我一世聪明，琴棋书画无一不精，
竟然收了一个只会打架、头脑又差老头，你说谁头脑差、啊？哎，可怜我，可怜呢、啊，真是的，疯了不成，懒得理你们。嗯，在下棋搞什么鬼？难道是为了破解这破棋谱，在这边唉声叹气？无聊的东西怎么下都行呢、啊？随便拿了一颗棋子，他要破解了，他就是当年的虚竹。随便放了一颗，咦，不会吧？既然自己杀了自己一大片活路，阿吉，你下的那可是死位，咦，损失了不少棋子，可是白纸又有反击的空间了。点点点，破解了，破解了！任何有头脑的人都不可能会下在那里的，只有二师兄这样的笨蛋才。喂，原来如此，正因为稍懂棋理的人。绝不可能自绝活路，但这偏偏玲珑棋局就是要破而后立，哈哈，老棋痴，看来我们都被这棋局摆了一道啊！这个玲珑棋局实在太过凶险，棋艺越精者越容易在过程中产生心障，严重很可能会走火入魔、啊。方才我们都不知不觉的坠入了心魔，若非急而胡乱一指，正好破了玲珑。只怕我们，唉，是啊，我们都被阿吉救了一命呢。无聊说什么呢？让人听不懂。我要走了，贼，害羞了。二师兄真是不坦率呢。轩儿，凶风儿，其实这破解玲珑棋局的道理可应用在武学上。所谓破而后立，败而后成，便是这个道理。是师父。增加武学知识，悟性，我悟性已经破表了，不好意思，师父。是的，师父。哇，我们破解玲珑棋局，哎，好像有点神哎。走了，去忘忧谷了。仙音，我们去找你。仙音姑娘，你来了，听听几首曲子。这是风，花。月，好，听清楚了，来吧。风花花，很好，好了，今天就到此为止。你要多多练习，记忆够高，会教你一些曲子。哇，记忆超高，我现在记忆多高了？乐理64哎，绘画61，棋艺69。书法52，哇，其实我还蛮厉害的嘛，休息了，自己讲自己很厉害，闲逛啦，继续闲逛，继续去酒馆，我最近老是在逍遥谷和酒馆走，是不是？酒馆走，上回来酒馆总可能会遇到秋风兄，真的遇到了哈，剑寒兄，你真的很爱喝酒呢。剑寒兄，你果然在啊！父母才想会不会见到秋风兄呢？坐，小二，继续喝，再加一碗来。好机灵的小二啊！来，父母敬秋风兄一碗，干干干啊，干！再来干！酒的好喝就在于它的难喝啊！来吧。啊啊啊！和秋风对饮，真是痛快至极啊！啊，小弟也是有同感呢、啊。说实话，有时候觉得秋风兄像是自己的亲兄弟呢。真的吗？剑寒兄难道是独子吗？确切的说，是孤儿。想不到剑寒兄身世竟与小弟一般，难道秋风兄也？小弟还在襁褓之时，便被扔在农舍的屋檐下成了弃婴。所幸农户的老夫妻膝下无子，便当成了养子，亲手养大。当时包裹中夹着一张纸，写着武秋风的字条，想是生父生母给我起的名字。老夫妇临终之前把字条交给我，告知我的生日，希望我有朝一日能找到生父母亲的线索。父母的情况也和兄弟相差无几，讲得好可怜哦，两个人都好可怜哦。哦，我娘亲还在怀着我的时候，
父亲不知为何将我们安置在了洛阳周家村里，便离开了村子，自此音讯全无啊！想不到父兄也……父亲临走时留给了母亲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着傅建寒和傅月寒两个名字。如果是男的就取叫建寒，女的就取叫月寒。后来母亲难产而死，侥幸出生的我便由村人抚养。我和我父亲的关联也和秋风修一样，只有名字。令尊当真一次也没有回来过，或许是父母没有缘遇上吧。十岁那年，因年年的干旱，逼得许多年轻人出外谋生，父母也那时候离开了。当时年纪还小，夜里梦到父亲到村子里找不到我的焦急模样的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爹娘，我好想你们哦。这酒怎么越喝越稠，今儿就喝到这吧。小二结账，一共是一两银子，客官今儿喝这么少啊。今儿喝了不自信，父母来日再补上，告辞了。建寒兄慢走，在下也没有心情再喝下去了，回去了吧。走走走，点点点，这是谁啊？这是谁啊？点点点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管他发生什么事，走啦，去忘忧谷走走。来啦，秋风小老弟，上回教的你都理解了吗？上回你什么时候教我的？我都忘了、欸。应该吧。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要常常温故知新才行啊，就考你有没有进入脑子里啊？要考试了，先生出题吧。这个是什么试题？这个是行书，是不是？行书，答得不错。看看你有没有认真听我教学。这个是什么字体？这个是大篆小篆，甲骨文、经文、甲骨文。哇，太难了吧！甲骨文不对，这是大篆。对不起，师傅，我错了，太难了。这个字是什么？这个字是隶书，不是隶书就是楷书。哦，好难哦，你们多久以前教的我都忘光了。楷，啊，隶书啦，答得不错。哦哟，有认真教学哦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经文还是甲骨文？经文啊，答得不错，看来有认真听哦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草书。草书答得不错，耶、yeah！ 今天的测试我只错一题嘛，那个大篆怎么分啊？大篆小篆。今天的测验就到此为止，我回去歇息吧。先生不指点我新学问吗？我可是求学若渴啊！你如此好学，做老师的是很欣慰的、啊。不过等我有什么国家大事要处理，无暇教你。你有什么国家大事？国家大事？穷酸秀才，你还在摸什么鱼？好不容易约到青楼的两大红牌，好好好，国家大事，去吧去吧，咱们可不能迟到了。哈哈，我先走一步，你自个看着办。美人儿，我来了，真是个腐败的大人，太腐败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会，拜拜。腐败，太腐败了。